时间孕育了什么？无限浩瀚的宇宙，以及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我们能看到什么？相爱的两个人，无论相隔多远，都会跨越时光的洪流相遇。有些篇章从下笔便有了结局，有些缘分冥冥之中已经注定。而梦境便是通往那个平行世界的通道。你到底是谁？林九九，你先把你的口水擦一下，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讲课有问题？没有。啊！我扣你分。啊！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这些年我经常做同样的梦？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发现了莫比乌斯环。我叫林九九，清北大学中文系大二学生，大学两年了，一直期待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可是我还是努力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吧。活在那个奇怪的梦中其实也挺好。关于这个平行宇宙，我们曾经有名知名校友张宇博对这个课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最终呢他是离奇失踪。一群不淡定的女生，居然和我梦里的那个学生一模一样，不会那么巧吧？谁都是这么觉得。干嘛呢？出去！干嘛？我还想再听听你今天上课对我说的那句话。什么话？就是那句你真的好帅。给我滚。我说的是他，不是你。别在那儿自作多情。我的心碎了一地。我以为你和其他女生不一样，没想到你也是个不切实际的高级动物。与其去赞美一个失踪多年的人口，不如来欣赏一下我的帅。你现在给我出门右转，不许回来。我能走吗？我那能走吗？刚才没有这本漫画书啊。
我说大姐，你都崇拜他崇拜到花痴的程度了。张宇博是二十年前的人，更何况他二十年前已经失踪了。这本漫画书一定和张宇博有关，我要把他接走。哎，你干什么去？哎，等等我。张宇博呀，张宇博，你真是个漫画天才。只可惜呀，可是为什么你这个生活跟你教室里的不一样？男生宿舍呀，哎，这是在哪儿啊？我是在做梦吗？男生宿舍，我不知道。今天好像是突击检查，你是来查卫生的吧？哦。不过你怎么都查到张宇博身上去了？还查得这么仔细，你胡说什么啊？你没有。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来干什么？这不是我在图书馆借的那本漫画手稿吗？难不成我真的进入莫比乌斯环的平行世界了？那现在是哪一年？哎，女仆，别这样。再怎么说，人家也是女孩子嘛。行，交宿管办。哎，你们干嘛呢？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他是检查卫生的。对，我是检查卫生的。蒙谁呢？生活部的那批学生早就走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张一博，他怎么进来的？这得问您吧。啊？问我呀？在我眼皮底下，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更甭说一大活人了。您那点小九九啊，我早就弄清楚了。你俩是不是谈恋爱？我不认识他。我认识你。你是清北大学心理专业的学生，家住浙江丽水，1978年出生。哦，对，你还是摇滚乐的主唱成员之一呢。你闭嘴。老师，我真不认识他。我认识你。哎，对，你们俩这跟我唱双簧呢是吧？跟我走啊，跟我走。姓名？小九。我问你本名呢？林九九。年龄？20。是他带你进来的？不是。哪个系的呀？
1999年9月20号啊。我问你是哪个系的呢？没问你今天是几号，你别跟我这装糊涂。嗯，中文系。啊，中文系，王大力老师，我就说嘛，新来的老师啊。一会儿啊，我带你去王老师那边，你们在宿舍里搞这种事情，性质是非常恶劣，按校规校纪，那是要开除学籍的，知道吗？老师。没那么严重吧？你的事儿，我一会儿再跟你掰扯。老师，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要不你打我吧？我承认，是我带他进来的，要开除就开除我。这臭小子还真像个爷们儿，有点我当年的风范。谢谢你啊，张玉博。你别误会，我帮你只是不希望看到你被开除学籍，毕竟大家考上清北大学都不容易。我希望你以后别再来骚扰我。我不管你是怎么知道我玩乐队的事儿，但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哎，我是从你漫画书里看到的呀。嗯，不过为什么书里的你给人感觉这么孤僻呀？有病！失踪？哎，张宇博，你等等我，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张宇博，我告诉你啊，你过段时间可能会失踪。才失踪了，神经病吧你！张玉波，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一定好好保护你自己啊！小九，别再跟着我，好吧？哎，张玉波，张玉波，你干啥呀？哎，张玉波，我知道你最喜欢的乐队是日坛乐队，我还看过你的漫画呢。什么呢？我们在同一个宿舍住了一年了。啊，走啊！怎么了？大考，我觉得会考这道题，咱们背一下。要是不考呢？不考九九。哇，我在这儿也要099。哎，小灵通哎，这可是古董级别通行工具。这不是最新款吗？咱都在用啊。男朋友啊，你还我！哎，大叔和小萝莉，什么大叔和萝莉啊？哎，你可真够前卫的呀，在我们那个年代才流行大叔和小萝莉呢。刚才那个人是我们新来的语文老师王大力。王大力，嗯，就是那个王大力呀、啊。没想到你居然喜欢王老师啊！哎，等一下，你们难道不觉得小九很奇怪吗？连自己的语文老师都不认识。嗯，他刚才连我们俩都不认识了，真的。不行，我得回去。哎，哎，这不是才刚回来吗？复联里面说过，莫比乌斯环时刻都在变。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不就可惜了这次时空之旅的机会了吗？嗯，我得留点纪念。你们仨找我什么事儿？玉博，嘴唇触碰嘴唇那一瞬间，
啥感觉？怎么又是你呀、啊？你赶紧拉我上去啊！你小点声，别把宿管一把引过来。吵吵什么呢？这大晚上不睡觉的。一把哦不不，老师，我们打蟑螂呢。对对对，我们消灭害虫了。好大一只！学校前一阵子不是帮你们杀过蟑螂吗？那怎么竟然还有呢？看来这工作做得不彻底啊。那我得看看。老师，那个这点小事得让他们自己处理就行了。对了，哎，我从老家带了两瓶好酒，要不咱们一块儿尝尝？小胖子，他挺懂事儿啊。咱这宿舍卫生得讲究啊，这事儿下次再说。但你怎么在宿舍藏酒呢？我。下不为例啊！老师，走，咱喝点。愣着干嘛呢？过来帮忙！来了来了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原来这个窗户不是平行世界的通道啊！那我要怎样才能回到2010年？是那个梅姐，是不是只有找到你失踪的原因，我才能回到我那个时代？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失踪。你三番五次的来骚扰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啊？哟，老张，人鬼情未了啊！这是你上辈子的情人，这辈子来找你还情债，命中注定啊！不，我来自未来。这么有意思的借口你都能想到，明白。腾地儿。腾什么地儿？你干嘛呀？怎么上来怎么下去啊？哎呀，不要吧。那你先走。啊，可宿管一霸在外面啊。对呀，不行啊，宿管一霸在那儿呢，我们都会被罚的。喂，你拿着小胖衣服干嘛？跟我出来。啊？哦。谢大哥厚爱，大人，拿。就一个人刚走过去，我看大哥酒量也不至于死吧。嗯，这好像是不如以前了。大了。
现在安全了，你可以上去了。今天晚上谢谢你啊。哦，对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就是像你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漫画风格却是黑暗系的呢？你是不是受过什么打击？跟你有关系吗？我不管你是怎么偷看的我手稿，但我希望你不要说出去。还有，请你以后别再来烦我了。你是一个女孩子，还是要稳重一点。张宇博，我没有。你烦不烦？老张。一彤啊。你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呀？又拒绝一个这么可爱的女生。不过，我这个学妹怎么会跟你表白？她可是我们专业出了名的高冷女神。她啊，高冷。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动手动脚的，你是女生。好好好，就你这种生人不近的性格，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有女孩子看得上你。那些姑娘是眼睛都瞎了吗？你心情谱练得怎么样了？放心吧，妥妥的。走吧。的零食怎么就成了你小时候的味道了呢？说了你也不明白。对了，跟你们打听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女的，她这边变了一根辫，然后特别酷，好像还是玩音乐的，是谁啊？你说的是我们的学姐林一彤。林一彤，这位学姐可是咱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她好像和张宇博关系特别好啊。张宇博，我就觉得你们两个有问题。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偷谈恋爱了？没有，我真没有。哎呀，都大学了，谈个恋爱有啥不成的？小气。初吻负责。张宇博，张宇博，张宇博，哎，干嘛了？别偷懒，来，跟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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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心理活动第三部分，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结构。人的心理活动结构分为底下几个方面，有一个结构图啊。哎，追你的姑娘当中最服这个丫头，真执着，特别执着。好好听课。学妹啥时候变得这么不害臊了？还在学校这么猖狂。哎，一彤，你得看好你的好朋友张宇博，别被别人抢占了。别胡说。哎，你看，张宇博，哪？那儿呢？小九，你敢不敢坐他那桌？哎，小九，你在干什么
真没见过哪个女孩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别说了。喂，我是在为你出气，你不知道同学们怎么在背后议论你的吗？别说了。你脱下来，我帮你洗干净。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请你别再靠近我了。张一博，我觉得你不喜欢就应该果断拒绝。我从来没看过你这么优柔寡断的样子。估计咱们雨博长这么大，身边除了你这么一个男人婆，也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女生。你，我看咱们雨博是看一下姑娘长得好看。之前追他那些姑娘，哪个不是惨不忍睹？哎，这好端端的姑娘，看上谁不好啊？非要往火坑里跳。我觉得小九挺好的。行了，别说了。那个，我有事儿，就不跟你们一起了啊。张雨博同学，请允许我采访你一下。每天被这么多女生追，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哎，别走啊！讨厌我？别担心，一个男人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就讨厌你，未免太小心了。压力大。不是我。林九九，给我站住！你干嘛？林九九，敢不敢去跟我单独谈谈？你说，去哪儿？明天下午5点，206教室。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你真的要去啊？他根本就不怀好意。你们看，我今天穿的好看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意这个？那当然了，面对挑战者，我得从各个方面击倒他。我倒要让他看看小九的威力。哎呀，好啦，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当年，我在2020年可是一手提溜一个人，就他那小样。我完全都不放在眼。好了，我要走了，再见。加油，加油。哎，怎么办啊，苗苗？你们先跟着他，有情况随时沟通。我去找张雨。准时啊！把我叫来这儿干嘛？关于张雨博，我想和你好好谈谈。我希望你可以离他远一点，不要给他造成困扰。你他谁呀？他如果不想让我找他，干嘛不自己来告诉我呀？我就觉得很好奇，你怎么突然就变得好像所有人都不认识你一样？你就偏要缠着张雨博？你是个女生，你这么不要脸的吗？我追求我自己喜欢的人，怎么就不要脸了？倒是你啊，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因为他是我朋友，我不希望我的朋友被骚扰。骚扰？
我怎么在这儿啊？装？你还跟我装？碧姐，你怎么了？099，你也太心机了吧！一看到张宇博脸就变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请你放开我。闹够了吗？我当时在做梦吗？我的天哪，你这梦也太真实了吧。迟到了，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应用文的概念啊，这个应用文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当你，王老师，你年轻的时候好帅呀、啊，下次。早点啊！那个同学们，我们接着讲这个，安静。喂，你是属猪的吗？我说，真能睡，怎么叫都叫不醒。我说了什么？你都睡了一个多小时了。你什么时候对树有这么大癖好了？我找到了。九九到此一游。哎，你以为你是孙大圣啊？还在如来手指上做记号？我告诉你，你这可是损害公共财产。我要是到了教务处去，最起码给你两顿饭。我明白了。原来这不是梦。哎，我刚睡了多久啊？一个多小时啊。我在那待了那么久，才过去一个小时。我知道了，在2020年的一个小时，相当于1999年的一个星期。哎，你去哪儿？等等我。你不觉得他突然变安静了吗？看我干什么？挺好的。好像确实。告诉你啊，与人交往从来都是专心换专心的，你也不看看你对人家的态度，就你这样，人家能理你吗？不是，失踪案有关吧？这最后一页怎么是去世的呀？张宇博不会有危险吧？哎呀，不好，我得回去。
么进去啊？哎，小九，你干嘛呢？你可别做傻事儿啊！我怎么穿成这样了？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儿的？知道哪儿啊？哎，张宇博，你怎么也在这儿啊？099，怎么哪儿都有你啊？雷同？喂，你之前是不是说我变态？你才变态呢！这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哎，我说你到底是……好了，有完没完啊？哎呀，张宇博。别生气嘛！哦，对了，我看了你的漫画，那个上面怎么还有我呀？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个啊，上次食堂的事可能是我语气重了，吓到你，对不起啊。哦，没事。我想拜托你件事儿。嗯，你说。我想拜托你以后关于手稿的任何话题都不要提，一个字都不行，好吗？嗯，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张宇博，小九，小九，小九，知道错了吗？不知道。不知道让你知道知道，我知道了，知道还错啊？我不敢了，走开！你干嘛？他是我罩着的，以后你们都不许欺负他。你谁啊？你管我谁啊？赶紧走，不打女人快！我告诉你啊，教务处长是我叔，你们动我一个试试。等着死胖子！你才死胖子呢！小九，谢谢你。没事。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遇到这种人，千万别怂。你越怂，他们就越欺负你。嗯，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小九，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呗。我喜欢你。啊？啊啊！我也喜欢你啊，好朋友的那种。是吗？那我先走了。喜欢了你。哎，张宇博，我可算找到你了。找我干什么呀？你的漫画书呢？到后面一页是缺失的，我怀疑跟你的失踪案有关。什么失踪案？你到底在说什么呀？哎呀，我来这是来救你的，在宿舍吧，我自己去拿。哎，这是男生宿舍。你这样，看到路口那棵树了吗？走到那棵树，右转，走500米，你会看到一个黄色房子，
然后从那个黄色房子上二楼，有一个蓝色牌子，那个是医务室。看你病得不轻，量量体温就。怎么就换句说不明白呢？长得还挺眉清目秀的。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是再这样，我可就砍非礼了。想什么呢？我对你这样的可没兴趣。今天你在仓库里看到的一切，不许说出去，听到没？仓库？什么仓库？我可没去过仓库啊，没去过。你还算聪明。事情交代怎么样了？放心吧，他不敢说出去的。林杰，秀秀，快跑！不用追了，我看他挺傻的，没必要。什么情况？那个男的怎么那么像大魔王口中的张雨博呀？恭喜你答对了，就是他。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错，咱们穿越来到了20年前。不是吧？马上英语四级了，我得赶紧回去。哎，这不是梦啊！先不管了。快跑！你又追上来了。妈呀！哎，他们应该是追不上来了。我看是。对了，你说，这不是一场梦，我们怎么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这种莫比乌斯环的平行空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啊。不过我之前有寻找时间钥匙，但我也没找到。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儿了？那也不会，也许我们忽然一天就回去了。好吧。哎，对，那你住哪？宿舍。我来这儿可是有身份的，我可是来做任务。任务？什么任务？老天啊，你安排我过来是不是因为我跟张雨博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呀？我是来解救张雨博的。张雨博。那我呢？你来就是个意外。要不你男扮女装混进我们寝室吧，我不会嫌弃你。男扮女装？你想什么呢？我是堂堂正正一大老爷们儿，我穿个女装，我这脸往哪儿放啊？那就随便你喽。大姐，我在这里就认识你一个人，你可不能把我孤单单的丢下。你刚叫我大姐。小姐姐。可怜可怜我这个未来的人吧。那好吧，我倒是有个地方可以收留你。好了，就是这了。你确定这块能住人？当然了，这是给气才住的，人当然也能住了。在外面喂蚊子强吧。我说，你就不能借我点钱，让我出去住个旅馆啥的，睡个舒服觉？爱住就住，不住啊，拉倒。哎，跟你开个玩笑，我看你认真的。我怎么联系你啊？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去。古董啊，这是。哎，我能带回去吗？
哼，神子。我的个妈呀！我还能有穿越时空这种经历？你在哪儿呢？你管我呢？干嘛？没事儿，我就是想找你聊会儿天儿。没时间，挂了啊。你是不是害怕了？谁害怕？是害怕什么呀？主要就是这屋里的蚊子有点儿那个。哦，这样啊，那你给我好好待着，我可是走了后门才让你进去的。好好好，我承认我害怕。哎，你还是男人不？你个大老爷们儿。行了，我在梅峰街道这边的一个小面馆，啊。快点啊，我可不等你。哎，好。我去。老板，钱放桌子上了。说的了吗？他失踪，所以我一直都在调查这事儿呢。我可告诉你啊，这片晚上治安差，说不定他就是那天瞎晃悠，被别人制裁了呢。你个乌鸦嘴！
哎，我想回去了。那你回去吧。那你告诉我怎么回去啊？我不知道。借我点钱呗，我不想在那儿住了，我想在外面旅馆住。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在这也是个穷学生，我哪有钱啊？不然我让你男扮女装混进我们宿舍干嘛？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去找张永博了。哎，我怎么认识你这样一个朋友啊？老天呀，这本来就没地方住，你在下雨，还让不让人活了？哎，72小时生存规则，奖金高达10万！老天爷呀，你开眼了！最近郭富城的演唱会实在是太火了。嗯，还是等我们有钱了再去吧。你怎么啦？我想静一静。出去拿被子的时候还挺高兴，怎么一回来又变了？作为室友，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这样一天三变的室友，实属不易啊。看他这样子，估计是真谈恋爱了。我犹豫地看着你，看着我爱的你，你的冷漠我不笑啊，这真让我烦恼。我轻轻的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总是在梦中遇见你。我好想你，我好想你，你会伴的人让我的心为之颤动。我仍然爱着你，书写下的记忆，我好想你。好久没听你唱这么深情的歌曲了，你是不是谈恋爱了？不会是那个099吧？你别胡说啊，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来看你呗。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快说。我想举办一场演唱会，想来问问你的意见。演唱会？好了，就送到这里吧。哦，演唱会的事别忘了。嗯，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你也快回学校吧。
你上次给被子的那个神秘男友呢？嗯，哎呀，你别瞎说啊！哎呀，坏了，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呀？哎，妈妈，这个叔叔在里面干什么？宝贝，以后啊，你要是上学不好好上的话，长大了就会像这个叔叔一样，被关在橱窗里哦。嗯，妈妈，该上学了，我们不能迟到。哦，好的，好的。这次连杰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张雨博，你头怎么受伤了？疼不疼？我没事。张雨博，哎，别伤心啊，姐们，女追男隔层纱，放心吧，这只是时间问题。张雨博受伤了，我得保护他。对哦，想要保护一个人，就应该先走进他的生活。谢谢你，淼淼。我知道，走。孩子终于长大了。二十一天搞定男神，我还看这种书啊？这不是你写言情小说的助攻神器吗？冲撞宇宙的酒吧驻唱，小姑娘有男朋友？开会期间禁止泡妹子。泡妹子是啥意思？就是追求喜欢女生的意思。哦，那我们就是一起帮你泡汉子喽。哦。怎么了？你不觉得最近有点奇怪吗？怎么了？怎么奇怪了？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有，绝对没有。哎，最近我表弟刚考上大学，然后我想着送点礼物给他。我想了想去吧，想到我那台电脑了，反正他对我没啥太大用处，送给他算了。别呀，红警学习我们都指着他活呢，怎么就没用了？是吗？可我总感觉他在向外服泄露我的秘密啊，我感觉我没有秘密了。你说该不该扔掉？我们交代。肯定打不赢我们，打得赢打得赢。王副总，
对对对，我们打车去。行为啊！我知道你喜欢黑帮乐队，所以这个专辑送给你。我喜欢你。对不起啊，我不喜欢你。这不是你的吗？不是我的。啊？那你还记得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吗？我没和你说什么话呀。莫名其妙。我又把话说狠了吗？张宇博什么失踪案吗？还给人家来一深情大告白，还给拒了。你跟踪我？我想这两天怎么不见你人影呢？原来你这是在默默关心我。我呸！咱俩三天没联系，你有找过我吗？我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呀。大姐，三天一个电话，你还有良心吗你？你这就是重色轻友。那个张宇博有什么好的？不许你这么说他，我喜欢就行。你清醒点好吗？人家都把你给拒绝了，更何况他在1999年，咱俩在2020年，都不是一个时空，你这瞎搞什么呀？那又怎样？女追男隔层纱，他还没看见我灵球就闪光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不灵不灵闪下的。你俩根本就不现实，我说。啊？就拿现在说，你怎么回去？我不要你管。得得得得得，不许。想办法回去。
个零九九还真是与众不同。有时候疯疯癫癫的，有时候又冷冷冰冰。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存在？该不会是有病吧？心理病。跟我没关系啊。我没说跟你有关系啊。小九，你等我一下。有什么事吗？就是那天我说话是不是有点重了，伤害到你了？如果是的话，我给你道个歉。什么话？你是真不记得了，还是……我们好像不是很熟吧？请你让开。我去，兄弟，你也太见外了吧！你是在追小九吗？你怎么不跟大家伙说一声？大家伙好帮你啊，尤其是我这个大师兄。什么意思啊？你真不知道吗？你俩现在可火了，整个学校都炸开锅了。我去。谁这么无聊啊？没啥特别的呀。我懂了，我懂了。你懂啥了？请坐，亲爱的小九九。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什么事儿？这个借我看看呗。不行，这么小气。一直都是如此，从未改变。这么决绝？哼。从这儿看。版 CD， 九九年那会儿可能还没出呢。只有三天，就三天，成交。杨浩文，荣格，很好。荣格心理学又被称为什么？王国栋，分析心理学，非常好。多重人格症有多少个方面？李哲，啊，老师，我不知道。不知道，给我站着！这不公平吗？老师，前面的那么简单，到我这儿这么难，你问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不服啊？行，张玉博，你来。多重人格症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种或者多种不同的人格，此类患者的行为差异是无法以常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角色的不同行为来解释。通常原来的人格并不知晓另一个人格的存在，而新出现的人格则对原来的人格具有相当的了解。
非常好，坐下。看看人家，吃的比别人多，怎么就记得比别人少呢？啊，马上就实习了，快毕业了，还想不想好了？我喜欢你，莫名其妙。只有撞窗户才能回到那个世界，一定是这样的。干什么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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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有点怀念小九了。你说的是那个活泼的小九吧？嗯。不过这个小九好像也有一点改变。嗯。但是。你相信他说的时空旅行不？会不会是人格分裂啊？谁知道呢？啊，你看，小九，我有话要跟你说，方便吗？你说。最近我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你也知道我的专业是心理学，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我发现你有多重人格表现，可能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一些困扰。有吗？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我冒昧地问一句，你和父母的关系好吗？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你没有必要回答。我没病，也不需要什么心理治疗。还有，你是医生吗？我们好像不是很熟吧？他最近是不是总是在两种人格之间转换？不过我们现在也没搞清楚状况，那个小九跟我们讲说他是时空旅行过来的。时空旅行，你们俩帮我一个忙。可以啊，你说吧。帮我密切关注他的行踪，然后随时汇报给我。这不太好吧？要是他没有生病的话，我们岂不是出卖姐妹了？难不成你们俩还真相信时空旅行？那也许我们睡得小九好呢。好吧，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必要没信，我肯定不能给你。哎，给我，给我！
变态呀、啊！你怎么在男厕所呀、啊？变态，变态！我怎么知道啊？那你去得问这个时代的零九九。哼，哎，不过这个时代零九九怎么有这种癖好啊？走走走。人张宇博对你就没意思，你就别再纠缠人家了，行吗？要你管啊！咱们哪儿哪儿都找了，宿舍也找了，食堂也找了，都不在，这儿肯定也不在呀。就是嘛，就是因为别的地方都找过了，所以我觉得他一定就在这儿。哎，你等等我。啊，张宇博，还好你没事儿。这个女孩究竟有什么秘密？你愿意跟我去个地方吗？去哪儿啊，张宇博？哎，这你就跟他走了？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我看。等等我。哎，那个别动。切，小气。张宇博，你听好了，有什么问题吗？啊，没什么问题。他呢，心是贼大，你测他还不如测测我呢。这样，这张图你能看出什么吗？就一个球。那这个呢？嗯，谢淼淼。到。沸水。来了。李琦。哎。零九九。零九九。零九九。老师，我在呢。谢淼淼同学，你什么时候改名字了？你知不知道派老师是不对的？哎，老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转告零九九啊，他要是再不来的话，以后我的课不及格。这个时空的零九九上课，是不是会改变历史啊？那就有更多的人受牵连了。哎呀，不行，这课我必须得上。哦，好好好，马上过去。谢谢。走，莲姐，我们创意课要迟到了。行，走。一块去吗？啊？啊？你也选了创意课啊？你们不是知道吗？我，哎，小九，小九，等小九了，交上来吧。毕业之后来找我拿啊。这节课我们来回。哎，你给我，老师，
你今天有点小帅哦。下次不许再让同学帮你点名了啊！坐吧，坐吧。哎，你哪个班的？啊，老师，我是您的死忠粉呀、啊，对您呢我是仰慕已久了。哎，今天终于能听上您的课了，那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啊。你说的这个评价我很喜欢啊。坐吧，谢谢老师。这一节课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下想象作文啊。什么是想象作文呢？其实所谓的想象作文，说白了就是幻想作文啊。它呢不一定需要现实的那个东西为基础啊，它所描述的那个内容呢也不一定是符合情理的啊。作文呢、啊？你给我站起来！你给我出去！以后碰一刻啊，你就不要再来了。小九，你干嘛去？我要加入心理协会。哎，不是，人家张宇博都说了对你没兴趣，你别死皮赖脸跟着人家了。我加入心理协会，那是为了追张宇，调查张宇博失踪原因的。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要是硬去，那我也跟着你一块儿去。哎，你瞎凑什么热闹呀？我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往那个大火坑里跳啊。哎呀，好了好了，你别管了。哎，不许动，不许跟着我啊。从小到大你就给我死犟，我告诉你啊，你要是非去不可，行，那我也创建个社团，到你被他伤害的时候，我看你回来不回来。就这样吧你。老哥哥，你这么一个玉树临风的翩翩美少年，就让我住在你的宿舍吧。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不能再流浪街头了。可以是可以，但我们必须约法三章。约法十章都没问题。行，你等我想好，一一给你列出来。没问题，没问题。哦，对了，我们宿舍没有空床位了，你只能打地铺了。有蚊香吗？有蚊香就行。有没有蚊香你都得找时间搬出去住吧，学校规定了宿舍是不可以留外人的，我已经破例了。遵命，我一定尽早搬出去。小样，我就这样寸步不离地盯着你，看你还对小九怎么样。干嘛？你要不要加入我的预言社？不要。哎，张宇博，送给你。同学，过来。你干嘛呀你？我这都忙活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你就加入我预言社呗，帮我捧个人场，我让你当副社长。什么预言社？你是借彩票号码了还是股票了？预言家嘛，咱们的年代的事你还没搞明白吗？
我要加入心理协会。学妹要加入心理协会吗？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呀。小九，性别女，爱好渣。干嘛呢？还给我！不还。除非你加入我预言社。我爱好渣。我加入。但是我先说好了啊，你当社长我可不服，咱俩得比试比试，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预言家，谁赢了听谁。比就比，谁怕谁？给。相信自己啊，别紧张。哎哎，戏有点过了啊，咱俩又不是打拳，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各位同学，下午好。今天我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预言大赛，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比赛的规则。双方选手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准确最快速的能够预言出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一方就要胜出。好了，本次比赛由老大妈干将、快乐肥仔水、乐呵呵酸奶亲情赞助。我靠！好了，比赛开始。1999年，澳门回归哪一天来着？哦对，12月20号，还有好几个月呢。下面播放一条重大新闻：杭州市英语老师马云创办了阿里巴巴，他也许会成为互联网的一种新的时代变革。厉害，蒙的还挺准。我觉得他不简单。不要着急，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哎，小九，你干嘛去？你这个社长都过来帮忙了。谁说我社长？社长，说预言大比拼，你赢了呀！是啊，我赢了，我输了算。还要加入心理协会。我去，你这个逻辑鬼才呀！我说，我创办这个预言社，就是想和你在一块儿。那现在剩我一个人了，那也没什么劲了，就你就来嘛。不行，不忘了蝴蝶效应。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身份的，你不能改变历史，不然我也不知道咱们到底能不能回去。我想回家。下学期呢，大家就要进入实习期了。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所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多帮助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可以找一些典型的案例作为你们毕业论文的论证课题。为什么你也待在这儿不走呀？还不是因为你呀。我？嗯。我在这好着呢，你不用担心我。喏、嗯，
你男神来了。张宇博，你愿意跟我去心理学会参观一下吗？我愿意。哎，不能去。别管。连杰，我什么时候跟你这么亲密了？我有个好玩的地方，敢不敢去？去。怎么？怕我打你？哎呦，我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怕你一个女生不成？走着，说去哪儿？心服口服，来继续。不赔到底。博士，你懂什么？你来这儿就是给张宇博当助理的，现在还想着帮别人治，这万一治疗要是出了什么闪失，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不会的。他这个病症我研究很长时间了，这种吹牛的话你也敢说出口？哎，你们两个你太欺负人了吧。每个人都是从不懂到懂的，如果永远都不给新人机会，那他们怎样才能够成长呢？我相信这次是张宇博办这个心理协会的初衷。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出现在这里，心理协会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切，谁稀罕他在你们心里写？走。谢谢你们。把这个认真填写下，都听你的。你最近学习有没有觉得很累啊？会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没有，没有压力。今天的成员信息就写完了。哦，好了。老张，怎么了？谢谢啊。没怎么，就是那个小九。嗯。他一会儿冷冰冰的，一会儿又很热情。我之前以为是他家庭的原因，导致他不愿意和别人敞开心扉的去聊自己。但我看完他的资料之后，发现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会不会是测评表出了问题啊？我觉得应该不是。那怎么办？看来只能通过体验室游玩，在他放轻松的状态下，探寻他内心深处的秘密。可能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他双重人格的病因。
我需要你配合我一下。没问题，都听你的。那林杰呢？这事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你放心，我自有办法。穿这件好不好看？嗯，那这件呢？嗯，还有这件你们觉得怎么样？都好看。大小姐，你凌晨4点就把我们叫起来了，看你换衣服到现在差不多可以了。总共就这7、8件衣服，我们都帮你看了好几遍了。要不还是我身上这件吧，你们觉得呢？那我先走了，拜拜。我开始怀念从前那个高冷的小九了。我也是。睡觉。江雨博，我们今天去哪里啊？今天的行程一切都保密，不然就没有意思了。好期待。嗨。哟，三人出行，咱把我甩了，门儿都没有。嘿嘿，你这个跟屁虫，想甩都甩不掉。我们只有两个随行床。我可不会骑。我也不会骑，要不你带我。我为什么要带你啊？我还不稀罕坐呢。哎，哥哥，你就不能好好的坐着吗？你再乱动，辛苦把你一个人扔这儿。好好，都听你的。哎，你手放哪儿呢？哎，你这个臭流氓！稳住，稳住。前方是下坡，我们能赢。我真是不明白，你俩为啥都不会骑自行车啊？这又奇怪吗？在我们那个年代，开车的要比骑车的多得多，更何况我们那都是骑电动车。吹吧你就，汽车那么贵，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的吗？你还别不信，我告诉你，咱俩打个赌，我敢保证20年以后一定是高科技智能时代。好啊，怎么赌？哎。林一彤，这可不能赌啊！你别傻、啊。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我说你。你这是什么情况啊？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是在追小九吗？没有啊。难道这不算约会吗？这就是普通的小型聚会。我可警告你，如果不喜欢，就不要给小九希望。你这样欺负一个女孩子是不对的。我是在治疗她。治疗她？她没有病，你治疗她什么呀？我们可是从20年后穿越过来的，你信吗？20年后。我就知道你不相信，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我奉劝你啊，离小九远一点，免得以后两人都受伤了。哎，你刚才说
在聊什么呢？那个，我们在聊这么多串能吃完吗？怕什么？有我呢。那么厉害啊你？好吗？哇！来，好了，快来尝尝。哎，嗯，你真是从20年后穿越过来的吗？嗯。你相信了？我好想你，我好想你，总是在梦中遇见你。我想你，我好想你，你这般的人让我的心为之颤动。我还在爱着你，实在放不下的代爱，不要感到孤独，我还在某个角落想着你，我仍然爱着你，书写下的记忆，封存在漫画里，希望会。